爱是一千万次的泪水，太多美好分别成泪坠，我的泪你是否能够去体来，哎呦，恭喜啦！这道真的很好听，哎呀，来日方长。朱丽静，这个等于这个歌等于是应该是情歌吧？这个啊，来日方长的意思，因为2020大家都是生活的很特别嘛，对，真的。对，那我自己的生活也遭遇一些很特别的事情，所以对呀，哎，我觉得展望未来啦，往未来看，新的一年新的开始。对，想到刚看到朱丽静，我突然间这个一阵心疼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好像是身体微恙。哦，好心情是最佳的良药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会有家人有这些问题，或者说，哎，我们的陪伴，对不对？家里有另外一半适当的陪伴你吗？哦，我有好多好多，我另外一半很大一半呐，很大一半，对，后面好多很多朋友了，很多很多，就看不见的。喂，可以吃饭的那种啦，可以吃饭聊天的那种。哦，了解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交朋友，然后多跟大家往来或什么，你看，然后可以在自己最爱的歌唱工作里面继续发光发热，好吧？持续加油。是非我已经无力再面对，这些日子过得太心灰，都已无路可退，多伤悲，忍住崩溃，在眼眶里打颤尽灰，你的心爱的那场面被却距离的好远，多伤悲。
掉了整个情绪，然后那个力尽力尽，他那 Q 扭的时候，哎呦，真的穿破云山，很感动哎，四档直上阳明山，好毫无迟滞，有没有？超顺的，真的是很棒，冲破摄影棚的啦。对啊，我看你就是一个很有福气的女孩子。所以哥看面相，那是什么看面相而已。阅人无数，怎样？你要让楚林去小房间，从外看到内。不要这样哦，小心不要靠近那一间。楚林，哎，对，以后不要修片修成这样。很久了没？是啊，那个是角度，一看就知道很久了，至少八九年了吧？不可能那么久吧？声音很有特色，真的很有特色。我觉得烟嗓这种唱法啊，不是每个人做得到。对，很假，然后他必须掌握，烟真的要抽够多。对对，天至少要有高。喂，哎，一凡怎么看？对啊，刚刚老师讲说，因为这个就是天生，你想故意把它弄得很脏，也没有那么美，没有那么脏，对，所以他就是与生俱来，声音出来就很好。哎，好羡慕哦，声音的宽度好，宽度没有，但你有你的特色，你很有 power。讲你那个 pitch 稳定到让我们觉得有一点人工，有点像放 CD， 对，有点 artificial， 这太棒太棒，好吧，谢谢两位精彩的合作，来，哎，请回。